三门队已经在左翼登陆二十分钟后，迂回到107高地一侧，与机降的特战大队会合。怎么不和陆航协同好呢？啊，直升机比坦克早上的三分钟，敌人就可以重新组织起火力。我和他们沟通了，可是干扰太厉害。我想告诉他们，今天的海流有变，让他们进入的时机推迟五分钟，可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，电台里全都是杂音。 马上去解决问题。是，已经安排人正在解决。旅长，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你知道了？怎么？你带手榴弹来了？808旅王可征，把韩鹏臭揍了一顿，听说打得还不轻呢。 浑身多处骨折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了。听谁说的？我的消息一向灵通啊！还有，王可征因为受处分，本来都提了军副参谋长，命令都宣布了，结果又收回去了。你这个版本啊，内容基本属实，但夸大的成分多了些。两人弄了场散打。 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和旅长韩鹏两个人没打过808旅旅长王可征。韩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回旅里休息了三天。王旅长提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命令，是因为上次演习受处分而推迟宣布，这是官方的。转弯。